欢跳的是恰恰。大右边来了小猪啊，快看他帅气的头发，他笑点长在了张伟达，他每次都笑到趴下。突然有这么一天，他们来到了长沙，站上转盘充满魔力，让人不晃得不行啊。他们相互放狠话，要再次一争高下，可当音乐节奏响起，他们全都惊呆了。 Wow, you can really dance. Wow, you can really dance. 他们决定组成那么吉祥，马上开启嗨唱趴。嗨唱 party 开始啦，嗨唱 party 开始啦，扭着扭着，嗨唱 party 开始啦。嗨唱转起来，提醒您稍后看点，我们是 UNI 无路可退场喽，准备下班是法念莲，我又回来了。三儿的手指舞很厉害，哇！掌声鼓励。你们玩那个？那个。哇！有残影，有残影，有残影。要不要他左手抱个罗志祥，右手抱个陈晓东？哇，好厉害！太精彩了。他节目什么演唱会，他不停的就喜欢叫人家尖叫。哎呦，我笑尖叫声，就这一次自己的动力，尖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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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前多表演不一样，我的妈呀，我超喜欢朱碧石，三胞胎，真好久见。嗨唱转起来，首席战略合作伙伴香香的三生花精油香氛洗发露，嗨唱转起来，官方合作伙伴荣耀 V30， 年轻人的 5G 手机一步到位。网易云音乐嗨唱转起来，待会儿见。网易云音乐嗨唱转起来，现在继续。本节目由网易云音乐独家冠名播出，十佳热门流行歌曲尽在网易云音乐。收看周五全民音乐综艺互动秀，网易云音乐嗨唱转起来。同时感谢三生花精油香氛洗发露，感谢荣耀 V 三零手机。我是嗨唱大玩家沈娜，我是嗨唱大玩家罗志祥。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什么呀？今天的主题很特别，跟以往都不一样。今天的主题呢是特别的缘分。缘分，哎呀，我们现场所有人都彼此有特别的缘分，都特别有缘分。嘉哥就不说了，我的嘉哥是家人呐、啊。对，我跟娜娜主持泰本那么多年，对。小猪哥跟我有缘分，对不对？拍过两部戏，《西游降魔篇》，我演喷血的，他演空虚公子。对呀、啊，那个喷血看不清脸的就是杨迪。我的血都喷成这样，他都看不出来，证明这个人的智力是有点低下。嗯、啊，还有。美人鱼嘛，美人鱼，我演一半被开除了。然后我们之前洗刷刷第一次那首歌的首唱会就是娜姐主持的。其实娜老师也主持过我们在北京一个唱片的、啊，大张伟也主持，对，有一块挣一块，好吗？就是突然什么活都接啊！哎，对，起来欢迎那个哎，不是吗？哎，对，不是吗？大张伟在这一直被模仿。我说话哪是那样啊？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游戏规则的 VCR。嗨唱转起来，嗨唱歌手们能否在两轮限时演唱中征服大家挑剔的耳朵？第一轮60秒内，若有一位沙发客拉杆支持，即可开门转出；若有三位沙发客的拉杆支持，即可转至中心舞台完成第一轮演唱。第二轮演唱升级，
需在九十秒内获得80%以上现场观众支持，才算挑战成功。若能获得嗨唱大玩家为其按灯，则可直接挑战成功。任何一轮挑战失败，都将被撤离舞台。挑战成功的嗨唱歌手，则有机会登上2019-2020湖南卫视跨年演唱会的舞台。加油吧，嗨唱歌手们！各位，刚刚有没有注意到 VCR 有说过了，跨年已经即将快到了。对，还有几天跨年就到了。我们每一集都说这事儿 啊。我们来看第一位歌手的标签是什么？白夜追凶，云中的 Angela。不是 Angela， 是 Angel。Angel 呢？会英文吗？可能是潘粤明又来了。潘老师，因为通常我们来了一次的嘉宾他都想来第二次。对，像那上次那个亮颖就来了。对啊，对不对？而且张卫健要来第二次还排不上。对，因为他得罪你，他说你是小虎队，不给他来。我们来看到底是谁呢，一起来欢迎这位嗨唱歌手，嗨唱转起来。交停没交换，无法想象。唱的还可以哈，唱的好拉呀！好，我拉一个，拉一个，好听。我们仍坚持，各自等在原地。等会儿，把彼此站成两个世界。来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来，大家好，我今天是长留上仙杨子化。大家好，我是天竺太子王夜华。所以我们今天依旧不是 CTO， 我们今天化身云中的 Angel。哇，真的万万没想到你们这次来得这么快。对，这不对，这不对，这我不习惯。我一直以为他们都是后面第九、第八个以后的压轴的。对，压轴的呀。哎，今天穿成这样是什么一个缘分呢？我们的标签是白夜追凶嘛，那今天刚好是白子画跟夜华来追随兄长。哎呦喂，真棒！但不得不说。他们刚刚出场的那个声音唱得真好，是大老师你自己说，唱功真的越来越好了，是吧？他们最后一句还有和声呢，专业。我是第一次来，我是第一次来，是关系户哈，是关系户哈。对，合约里签的，合约里签的，但是是真的唱得好了，因为我不太清楚别的，我就直接拉了。哎，第二段表演是什么？大王叫我来巡山。好，准备，嗨唱。转起来，太阳对我眨眼睛，鸟儿唱歌对我听，我是一个努力干活还不粘人的小从哪里来，别问我到哪里去，我要摘下最美的花献给我的那公举。哎呀，子欣快来，大王叫我来巡山，我把人间转一转，打起我的鼓，敲起我的锣。
觉得你们两个好机智哦，差点被转出去的时候把我们拖上了。是受上一次的启发吧？对，恭喜你们，恭喜过关，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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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当时站上去有想过，如果这个转盘真的转走的话，就没有主持人了。我们就往那边自动挪。杨迪，你第一次来就想做主位？怎么可能？怎么可能？我是帮两位，不是我怕场面一度混乱嘛，不是真的想做。哦哦，当然硬要让我做，我也是可以做了。没有没有没有，杨迪他今天问我，他说娜姐你觉得我今天帅不帅？我说哪里？他说我穿的是吴亦凡同款。好，我们来看下位歌手的标签是什么。台上有人模仿我的脸，汪涵。为什么？他有一个广告词是这个，人模仿我的脸。哦，或者我们模仿过他，我模仿过吕二姐。要像像这一零一的 Sammy， 嗯 ，Yumm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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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模仿过王迅老师？我只需要露个牙，基本上就跟他一样了。向左，向左，我是王迅。律师函已经过来了，所以转出来的究竟是韩哥还是王迅？亚米二姐，来，网易云音乐嗨唱，嗨唱转起来。哎，你的歌。酒后疲惫，想把温柔沉沉的睡。陈晓东，卷来的风景凶猛，你有种美。是模有人模仿你的脸，你指的是？不会是我吧？差太多了吧你？是小猪吗？因为我现在看是小猪，是有的。因为我们一起拍过戏，因为那个时候呢，导演要叫我们去拍戏的时候，他就哎，好像拍我了，东东换你了，我说。我小猪是吗？我就会认错你们两个。不会，重点是以前我会学他的发型，你知道吧？然后他的那个样子，刚出道的时候，我的天哪，帅炸了！拜托 ，Selina 还为他排队哎。其实我也有被认错过。我在机场走过，哎，哎，可不可以找你签个名？我说你知道我是谁、啊？你说我知道你是罗志祥啊。我再给你一次机会，你再说一次我是谁？罗志祥。我说不是，你是。我火大的情况，我就在他的签名本上签了成龙两个字。好调皮啊！好羡慕你们这种帅哥之间那种。我每次走在街上，哇，白凯南，我都生气了。不错了，没说哇，这是什么？你有模仿他吗？有够爱、哦、我看过他节目里面模仿我、哦、模仿我的时候可像肺痨了，你知道吗？一直咳嗽是喘不上气吗？怎么回事呢？因为我从以前的时候呢，模仿一定要把那个人的东西放大，然后他的声音动。你来一句，来一句，来一句。早早为你心有独钟。哪有那么恶心？换你来一句，来。哪有那么恶心？来，你看。淡淡为你心有独钟。你故意改的哦，你。你现在故意改。多年下来改良了。他改了。我要报仇。他每一次我去看他节目什么演唱会，他不停的就喜欢叫人家尖叫。我不再做，Everybody尖叫声！对对对，尖叫声！你模仿的。I wanna show尖叫声，是这一次自己的努力尖叫尖叫。
像，超像，有没有？超像毛有没有？尖叫，尖叫！啊啊！你看，这是鸡是不是？别怀疑，是鸡的洞，尖叫！你们两个转过来，不知道为什么觉得好像。既然他们两个这么像，我们来玩一个游戏好不好？我们来玩一秒认出罗志祥跟陈晓东。我们要一个一个来。嘉哥先。Lady Go。来来来来来来来。好来了。三二一。来来来，谁？罗志祥。哎，答对了。怎么会是你？十八岁，我那时候十八岁的时候。天哪，那很帅哎。哎，小猪你真的老嘞！哎，小猪你真的老嘞！下一个，下一个。三二一，停！这是陈晓东。陈晓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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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晓东。这是陈晓东吧？啊，对不对？哇，那个时候也很年轻，很帅。这是什么呢？住院呢，是吧？那个杨迪啊，杨迪会来打的。杨迪眼神不好。一停，这个 you what？ 是谁？这谁啊？梁咏琪。梁咏琪。梁咏琪吗？对啊。为什么要放？其实梁咏琪和那个陈晓东也是有一点点像啊。很像。我们再一次欢迎陈晓东。来，我们到我们这个沙发去坐，好不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位歌手的标签是什么？百万分之一的缘分，百万分之一，那很难呢。因为呢，在这个世界这么大，我们只要见过一次面，之后只有百分之一的机会，有可能还会再见到那一次面。那为什么我们每次录影都会见面？啊，那是因为有签约，生活所迫啊。签约的是吗？所以出来的有可能是情侣那种歌手档，会不会？哦，也有可能。富笛生人静夫妻档，哎，是不是？富笛生人静。哎，会不会有可能是他中过彩券的人？两个中彩券的人，中彩券的人应该就不抛头露面了。哇，这个缘分真的特别，一起来欢迎这位嗨唱歌手，嗨唱转起来。我也是，四个姐妹，一般到第三个的时候就已经消除了，应该。连连看是吧？先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四胞胎，豌豆嘟嘟，我是老大生病，我是老二生青，我是老三生育，我是老四生杰。请问一下，你们是差几分钟呢？我们每个人之间差两分钟。你们的妈妈真的太伟大了，了不起。四个你知道吗？双胞胎两个就已经很大了。我两个到后期的时候是不能睡觉的，就是只能坐着，然后就是从晚上看到天亮，就是坐躺不下来。妈妈都是很辛苦的啊。按照出生的概率算啊，男女混合四胞胎出现几率是72万分之一。是四个全是男生或者全是女孩的四胞胎出现几率是352万分之一，所以我们在这边见证了一个奇迹。352万分之一，刚刚那个标签就是真的。我想问一个，有没有喜欢你们的人找不到他喜欢的那个人？
这还能找不到吗？那么多，找错，找错，没有找错，没有没有。其实我们四个就是长相，其实真的不一样。我嗯啊，对。哪有可能？看的完全就是一模一样，哪里不一样啊？真的不一样，一模一样啊！好吓人，你们一模一样，真的不一样，哪有不一样？是不一样，是不一样。我们现在戴的是假发，我们发型不一样。我想问一个问题，如果你们吵架，谁会听谁？就是谁对听谁的。你们四个去吃自助餐的时候，会不会只买一个人的？那倒不会。从小是不是住一起的？我想问。对，不然呢？你们有没有帮过姐妹替身？没有，没有。我想再问一个，你们会很喜欢就是穿一样吗？不喜欢，不喜欢。长大慢慢有了自己的想法，那就越来越不一样了。你们有没有遇到跟你们一样是四胞胎的男生呢？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同学跟朋友应该都认得出来是你们是谁是谁吧？老师认不出，老师认不出。这样好不好？我们来玩一个游戏，你们现在先站好啊。所有人回头，你们换位置，也可以不换啊。你们这好了，好了，好，好了，回头。认不出来，认不出来。我知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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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那个第一个老大没有换位置啊。然后呢？然后那个。我是老二，我是老三，我是老四，谁换了位置？老大、老二，老三、老四。大张伟说对没有？对了，对了，对了，好厉害！我认女孩认得很准的，主要是认识女生。怎么这么不是因为他看过的女孩很多嘛？对女孩很认识。啊，没事没事。看人家女孩看得这么仔细，打。哎，你们可不可以站直排？站直排一下，你们站直排，然后你们玩那个，你知道，就是玩那个。哦，一个，五六七，七换。哇！好晕！有残影，有残影，很像那种特效，特效的残影，视频那个特效，很像那种特效。我再来考一个。双胞胎真的会有心灵感应吗？啊，对对对，你们一到十，你们心里想一个数字，你们就一起喊出来，好不好？三、二、一，亮。好，对，好，没有，没有，谢谢，谢谢，拜拜，拜拜，好，谢谢艺术家，说的都是传说，没这回事啊。你们刚刚唱的那首歌是怎么选的呢？你们四个人心灵感应选的吗？还是怎么样？也算是心灵感应吧，因为我们都是网易云音乐的深度用户嘛，所以我们选这首歌的时候会打开网易云音乐，然后它有每日推荐的歌，然后选出大家都喜欢的一首。对，因为今天太难得遇到四胞胎，所以我们有很多的疑问啊，或者是有趣的事情，也希望你们可以多多跟我们分享啊，对不对？好的，好的。但今天来这个舞台开心吗？开心，开心，还带着口音呢，开心。好，好好加油，来征服现场的所有的观众朋友们，有机会就可以跟我们踏上跨年的舞台了，嗨唱，转起来。谢谢，谢谢大家。这个呢是我按的钮，我觉得你们必须有这个资格可以参加我们湖南卫视跨年的舞台，因为太难得了。我活到26岁，我从来没有看过啊。啊，二十六，刚那个数字有点问题，不是46吗？说错了，62，62。OK。我从来没有看过真的亲眼四胞胎。其实你可以签一个新的女性组合，签一个女生组合，对，也是 CTO 的梦想之一。恭喜你们，来，我们来这边，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太可爱了，恭喜。
你们的妈妈得多幸福呀，看着你们长这么大，四个女儿，我天，你们有没有可能喜欢上同一个男生？不太可能，突然班上有一个男生喜欢上其中一个是有可能的，是吗？你会不会有一天就，为什么我有三个跟我长得一模一样的姐姐妹妹？你们会故意就剪不同的头发，对不对？会不会你们每个人都觉得我比那三个人好看多了？而且会最讨厌别人说，我觉得你比其他好看。对，最讨厌被比较，然后很不喜欢长辈什么品头论足，因为他又胖一点。有没有一个东西吃完以后觉得很好吃，然后还带另外的姐妹吃？当他们假发拿掉应该都不一样的。哇塞，妈妈几岁？好想看他们爸爸的样子啊！我就是。这个，因为你们烫伤的手多肿，真的很像上过节目访问过吗？太久其实分得出来耶，其实。这帮人。哇，咱们的节目已经改成叫人类奇迹了，对不对？就是探索。好，我们来看这位歌手的标签是什么。娜娜给你讲一个故事，为你而来，这就是爱，就是爱。杰哥，杰哥，杰哥， Oh my god，一个故事是杰哥的新歌，新歌，是是是，我还听着呢，民谣风的，是不是很好听？很好听，像讲故事一样。哇，他跟你讲个故事，为你而来。这个除了杰哥猜不到别的人了，因为这个标签太明显了。那到底是不是张杰呢？来唱，转起来。下载网易云音乐听歌，搜嗨唱领红包，先到先得，留下你的精彩乐评，还有机会直通嗨唱现场。嗨唱转起来，首席战略合作伙伴香香的三生花精油香氛洗发露，嗨唱转起来，官方合作伙伴荣耀 V30 年轻人的 5G 手机，一步到位。网易云音乐嗨唱转起来，待会儿见。网易云音乐嗨唱转起来，现在继续。本节目由网易云音乐独家冠名播出，十佳热门流行歌曲尽在网易云音乐。感谢首席战略合作伙伴百雀羚三生花精油香氛洗发露，精油润发，持久留香。感谢官方合作伙伴荣耀 V30 年轻人的 5G 手机，一步到位。那到底是不是张杰呢？嗨唱转起来。两个人模仿张杰啊，杰哥，杰哥，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大家好，我叫杨潇，我长得像张杰。大家好，我叫路飞，我的声音像张杰。哇，
哎，所以说有一个人是没有在唱的，是不是？你只是摆 pose 是吗？对的。哈？你没有唱啊？你对嘴是吧？嗯。是你让我变坚强。哦，你们俩接活动都是一起出去，你对，你在前面，他在后面，我们俩唱双簧。双簧。他长得特别像陈楚生哈、啊。有哎，有像陈楚生。哎，我是拒绝的，我只为了接歌而来。哇。哦。只为了接歌。哇。嗯嗯，上赶着来的。飘起来的感觉。好的，可以了。刚刚我以为黑衣服是真的是张杰，路飞啊，我对他真的一开口，我听他的声音，我马上拉，我想说，我以为真的杰哥来了。他刚唱的很像，都是他在唱。对对对，你唱的很好哎，你是什么时候唱歌，大家觉得你像杰哥的？就从我发育完全开始吧。发育完全，你发育了以后，哎，好像张杰，就声音发育完全开始。哦。哎，那为什么你们要来转盘子？是来找我的吗？当然了。以前我们见过吗？见过。哦。哦，你是百变大咖秀那个？对。你带走的呼吸，闻不到你。哎，你唱一下，我听听看你的声音是什么样子的。唱一首杰哥的歌。来来来，嗯，我爱你，你可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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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走这边台阶走下去好吗？谢谢。路飞，舞台应该属于你一个人，你让一下这边那个。我这样子感觉很受宠啊。刚才都是开玩笑，我觉得你们这个双簧特别特别棒。那接下来什么样的歌曲？这就是爱，帅，加油加油！网易云音乐嗨唱转起来。这首杨潇唱的还可以哦，还不错哎，不错哎，顶住了，挺住了。好，请到我们通关区叫做啊，哇，杰哥这两首歌在网易云音乐都能听得到，大家赶快去下载哦。好，还要听杰哥现场的话，就去杰哥的演唱会。哦，好，我们来看下一位歌手的标签是什么。台上有两个人模仿我的脸，有两个人。那就是像小猪跟东哥的，梁咏琪，梁咏琪，我也猜，不可能。如果不是梁咏琪，我就把这个吞下去。
我帮你，我帮你杵，我帮你往嘴里杵。哇，那会胀气哦，胀气。我希望不是梁咏琪。我也希望不是，好吧？先出来一个朋友，接下来嘉哥吃干，好吧？啊，来，嗨唱转起来。笑起来，然后露牙齿，一起笑起来，三二一，笑！ Yeah. 三个笑半，马上就消除了，消除了，消除。我应该是要站在这边的感觉，应该就。其实你扮女装的话，可能就变成我了。啊，所以你是朱碧石，你是朱碧石。Hello， 我回来了。我超喜欢朱碧石，我超喜欢。我超喜欢，哎，他会，你干嘛？你干嘛？有一句话叫什么来着？活久见，活久见。真的，真的，而且他两个缘分就是拍过一部戏。啊，初恋我先 touch， 初恋我先 touch， 那时候我们刚出道，两个都刚出道。当时你们拍的时候就说你们两个挺像的，是不是？巨像，是不是？我那部电影里面更多巨像的，那个画面好多。你说我笨啊？你是不是说我笨啊？你说我笨，我就罚你。不是，救命救命！活久见，我们现在来回沙发去，欢迎吉吉，欢迎欢迎。不可能的同框都同框了，真的。那个梁朝伟和张曼玉在后面等了很久了，还有刘德华，他们待会儿要赶飞机，让我们快点 Q 他们出来。好，我们来看这位歌手的标签是什么？偶像剧里的相识桥段。哎呦呦呦呦，尖叫！呦尖叫！偶像剧。言承旭。阮经天。霍建华。钟汉良。我不会吧？我今天。真的接受不了了，太多惊喜了啊！罗志祥，对，但你已经在这儿了哦，提一下嘛，好，提一下了。好了，我们请出他们好不好？好，偶像剧的相识桥段到底是谁呢？嗨唱，转起来！哇，来跟大家自我介绍，打个招呼。各位老师好，我是戚艳迪。各位老师好，我叫陈炫孝。哎，两位是什么样的缘分会搭在一起的呢？就很扯，就是在机场拿出行李了。哦，哎，这个很偶像剧，真的假的？你拿错了他的行李，回去还打开了，你把他的上衣穿上了，他穿了你的裙子，是怎么发现行李箱是拿错的？密码错了。对。然后是各自回到自己的地方了之后。怎么联络到彼此的？就联络那个客服，机场客服。然后机场说，就给你们号码，你们自己联系吧。可以试着发展发展。
好了，既然那么有缘，让他们再唱一首歌好不好？好啊好啊，再看看他们默契。对，刚才歌里面就有一点这个很有缘分的感觉，接下来唱什么样的歌曲？心愿便利贴。嗨唱转起来。大家都是见不得他们俩好，是不是？然后所有的人都要反对，这也很偶像剧。这个就是偶像剧啊，就是那种反转的感觉。还是我跟杨迪示范一个真正偶像剧有火花的。来来来来来，哎呀，我们俩吗？好，你们俩是有火药吧？我来，有火花的。我们演那个偶像剧相遇的时候，好不好？那我从这边上来啊。艾乐，你也要饭的呀？为什么拿一个枕头？不是，这是我的包包，很时尚的，好不好？好，我们来看下一个标签是什么。哇，比罗志祥 Ella 厉害两倍，字幕老师已崩溃。你们两个什么意思？很快，速度，说话速度快，嘴速很快的。这嘴速的话，大张伟不可能没在里面。大张伟怎么了？罗志祥，罗志祥先生。所以这个应该是嘴巴很快的人啦，应该是说话快。好，一起来欢迎这位比我们快两倍的这位嗨唱歌手，嗨唱云音乐，厉害，网易，预备起，望，一二三，网易云音乐嗨唱转起来。在我家的门前有一条小河，小河里面住着几只我从小养的鹅，它们吃了水也睡了吃，还去想象天空。嘴巴有多快？日子过得快活。就在河的对面住着美丽的小嫦娥，小嫦娥家里每天晚上都会生篝火。哎呦，我的鹅来，就请你们，请你们帮帮我，让我在你们身上写支歌。秋色湖光照大地，照亮我也照亮你。宛如清风拂白云，愿得一人心。哎，你说信不信？哎呦，我的鹅，你们赶快去过河，快把我的小情歌送给小嫦娥。良辰美景三十里，路上好心情。哎呦，我的鹅，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小嫦娥到底有没有听到我的歌？花花世界匆匆过，爱情不用考虑的太多。哎，共享社会，注意新生活。来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大家好，我是全网最快的男人，我叫高火火。大家好，我是全网最快男人高火火的徒弟，我叫小老虎。哎，我之前跟他们一块直播过。哇，你那个滤镜开这么狠啊！他的脸特别特别瘦，眼睛超级大。Oh no！ 本人不一样，他本人长得跟那个我当时看那个直播长得不一样啊。老师没有吧？我记得我跟你连麦的时候你也很狠啊。啊？你也很狠啊？哇，你看，比他们厉害。还有你们人气很高是不是？很高，真的很高。也是有很多好的平台。比方说网易云音乐，我在里面上架一些我自己的新歌，完了有很多人喜欢听，让更多的观众可以见到我，然后我非常高兴，谢谢网易云音乐。这个非常官方的了啊。对，那肯定的啊。哎，那你为什么说你比小猪和 Ella 还厉害两倍？什么意思啊？我准备了一个艾莱老师的中国话。哦，可以。我想挑战一下艾莱老师。挑战我？对。好啊。有个小爷正有度，身材打最后每步，买了步打了醋，回头看见硬着兔，放下步跟下醋，上前举着硬着兔，为了硬跑的兔，打了醋湿了布，嘴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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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嘴大张伟，你也挑战一个吧。哎，那我能跟我跟罗志祥一块儿说？可以啊，罗志祥当然可以的。可以吗？其实就是那个，我说一颗糖，你说什么糖？一颗什么什么糖？然后咱们一块儿跳就王一博那个，就这个我。对，行吧，来，你们两个一起。对，我要跟罗志祥一块儿挑战了啊。什么？
太快了，这个太快了啊！大哥接下来带下啥歌给我们呢？一首《阳光男孩女孩》吧，嗨唱转起来。你干啥呢？我唱歌呢。你干啥呢？瞎呀，我也唱歌呢。你们干啥呢？你的童年，我的童年，好像都一样。小小肩膀，大大书包，上面上学堂。新的时代，新的主张，新鲜的洛阳。快乐学习，带着体美，个个心畅想。贪玩耍，讲义气，我们都一样。小里小外，一不留神就会爆破窗。回到家里，爸爸妈妈脸儿又拉长。天气不好，爷爷奶奶身后藏一藏。唠叨的话可以不可以不讲？给我一片自由自在童林的广场。让我们自己创造，也许会更好。不知不觉就会超过你们的想象。我说妈妈呀，爷爷呀，可不可以给我一个可以完全放松的角落？肩膀大大书包上呀上学堂。新的时代，新的主张，新鲜的模样。阳光男孩，阳光女孩，阳光下成长。完了哦，哎呀，所以这个标签有时候下的不对，很危险的。没关系了，还有机会再来嘛，对不对？支持你，继续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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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加油。好，我们来看下一位歌手的标签。踩了电门的李健，这一次你不能待定我了。哦，李健来了啊！通常是这样的，如果他是李健，不会写踩了电门的李健，他就是李健蹦迪这次这样的，一直唱歌肯定会带抖动的那种感觉哈。哎，修楼梯的哦 ，You can really dance。OK， 我知道是谁了，我知道那是不是上过你节目？修楼梯。啊，又来了，嗨上转起来，我是罗志祥。哎，对对对啊，好，一起来欢迎这位嗨唱歌手，网易云音乐嗨唱罗志祥。如果说你真的要走，把我的相片还给我。This is a show low team。各位老师好，我是来自南昌 Summer Dance and Show Low T 的袋鼠。袋鼠。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 Show Low T 的三儿。耶。他叫什么？他叫三儿啊。三儿。等一下，他叫什么名字？三儿。三儿。我不会念三儿，我得念三儿。哎，你来一个，你来一个，三儿，三儿。三儿，哇，你不会说三儿？不要取笑南方人的口音，好不好？不，我也是南方人。你三儿，哎，东东，三儿，哇，全场只有小猪哥。哎，大张伟，他北京人。三儿呀，啥儿？
哎，我想问一下，你们是因为那个节目是跳街舞的吗？对对对。你们怎么会想到来嗨唱转起来转盘子呢？我这个我要讲一下，因为我第一年参加那节目的时候啊，我从海选到决赛，从头待定到尾，复活，然后待定，复活。很抱歉 ，sorry。袋鼠 ，sorry。一首凉凉送给我，这是拜我大哥所赐。然后这一次啊，我终于找到一个机会，就是他不能决定我走不走，这次他不能待定我，所以说我就来了。啊。另外一个电门什么意思？踩电门，踩电门什么意思？就是我的真名是真的叫李健，然后我跳舞的时候就像踩了电门一样，所以就是叫踩了电门的李健。啊，我先给他插个电门试一下啊。点呢，袋鼠是不跳的时候感觉很诙谐，然后一跳起来就感觉很帅。对啊，对对对对。哎，袋鼠来跳舞的时候，让我感觉是马东老师在跳霹雳。我说马东老师好活泼呀，马东老师今天没有见过有这么。哎，那这样我有个请求。刚刚你们已经看到他们小小的小跳了一下，超好看。其实他们两个的舞种是不同的舞种。哦，是哦。袋鼠的 hiphop 很强，但三儿的手指舞很厉害。手指舞，你们要仔细看他的手指，快到让你看不见。好哎，我想看。这是麦的。哦，这个手好厉害。织毛衣哦！哇，掌声鼓励！哦，这个手好厉害！我也会哎，你会？我也会。来来来，娜姐来一个。不是不是，完全没有。娜姐，你的那个舞太乱了。它是有规则，我们放慢给他看，再做慢的给他看。它是有规则的。三，它是穿手指。它是每一个都是在连接在一起的。我也有乱来的。哎，其实他跳慢的时候更好，更看得更有意思。我觉得他刚刚的那一段呢，回去节目组要做一个 slow motion 的，让他大家知道看起来有多么厉害。然后我那个也做一个 slow motion， 才会知道你有多么打混。十分钟吃个毛衣。今天真的蛮特别的，因为这两位都是武林高手，但站在我们这个转盘里面的感觉这蛮不一样的啊。哎，那你们知道吗？哦，这两位啊是最热的歌。哎，然后呢他们都非常有资格上一个榜。哦，什么榜？那就是网易云音乐的热歌榜，就是最热的歌都会上的榜。像你们啊这么火，唱的歌都应该能够上这个榜。那他们上了吗？没有上，为什么呢？因为我还没有完全成为一个网易云音乐的人。哦，是怎么了？因为我提交了资料给我拒了。今天再给提交一次，我们推荐的人一定要通过，希望网易云音乐慧眼识英才啊。所以大姐，我看这节目你不是说你要签艺的吗？不有杨迪老师跟魏大勋吗？然后我介于他们中间，那边还没有签好呢，你要开始签娜姐的。我可以谈二八分成的。那接下来还有第二首歌，准备嗨唱转起来。恭喜过关！恭喜秀楼梯过火！来，我们来看下一位歌手的标签是什么？爱
爱讲冷笑话的阿字歌手。阿字歌手，阿妹来了。阿杜、阿牛、阿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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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但是爱讲冷笑话的阿字。啊是那个阿云嘎，阿云嘎，对，阿云嘎，爱讲笑话啊，很冷笑话哎。阿丽，会吗？阿丽，为什么？他爱讲笑话吧？没了，已经的没了。阿凡达。You're my gotta do。哎，猜了这么多阿字歌手到底是谁呢？一起来欢迎这位爱讲笑话的阿字歌手，台上转起来。又见面了，欢迎，阿令，快用长沙话问候一下大家。大家好，我是樊念念，我又回来了。樊念念，你的声音一出，我们所有人立刻就拉了，马上拉，对，声音特别熟，辨识度够高啊。对，感谢。因为今天的主题是有一种缘分，我跟他有缘分。什么缘分？你们是同一个那个少数民族的阿美族。阿美族，那你们阿美族都是很会唱歌的哦，都长得很帅，很漂亮，很漂亮，很漂亮，很帅。哦，哎，标签很爱讲笑话，很爱讲冷笑话。真的假的？我怎么没听过呢？就是因为太冷了，没有人想要听。也刚好这个季节，好不好？我们来一个。我们都穿好了。好，我问一下大家。请问公鸡生病的时候是谁会照顾它？医生呢？不是。人参公鸡母鸡。鸡舍管理员。不是。那是？是他姑姑。姑姑姑。啊？姑姑姑。姑姑姑。谢谢。谢谢这位来宾，谢谢。失败。谢谢，这边请。我开车走了，开车。小猪，你还有来一个，拯救一下这个场子嘛，好不好？我是冷笑话王哎，真的吗？因为我跟小猪第一次遇到的时候，就是他来宣传他的新专辑《恋爱达人》。对。然后呢，我就说了一个冷笑话，然后就激起了他的斗志。他说我也会说，然后整期节目我们就是一人说一个冷笑话。重点哦，我连专辑都没有介绍到。小猪，你还有来一个，来一个，你先呐、我先吗？你先呐。那请问为什么我生病了，我要自己走到床上去睡觉呢？因为你累了。不是，因为床不会走过来。好，不动。哎呦，还有舞蹈。谢丽萍。谢丽萍。我讲一个吧，好吧。有一个姓铁的老人，是个光头。请问他得了什么病？他铁定秃了。不是，他是老铁没毛病。因为他是个光头。我来给你们一个，为什么超人一定要穿紧身衣？因为他健身，因为他身材好。答案就是救人要紧。哦，阿姨耶，你来，快点。好，我是冷笑话王哎。
顿时间没有哎。小俊，怎么卡住了啊你？我好觉得好挫败，你可以证明吧？我冷笑话很强的呀。很强。这是冷笑话吗？对。我是冷笑话王哎。来，我们现在来回沙发区访谈。自从阿玲说了冷笑话以后，小猪就有一种就戳到了他的那个，这是我的场子，我怎么会一个都想不出来？越是这样想越没有。哎，是不是因为没有什么最近没听什么新的，对不对？不是，我很多。在哪里？在哪里？哎，我说真的，演艺圈里面费玉清最怕跟我比笑话。哦，对，这是一个冷笑话吗？不是，不是，这是冷笑话。好，我们就当他是你的冷笑话。算了，可不可以？好了，过了，讲下一个，想到了再说，好吧？好，我们来看这位歌手的标签是啥？草原来的功夫熊猫，我们都一样。草原来的功夫熊猫，哎，腾格尔老师，还是他是有黑眼圈的人？他得是胖一点吧，感觉功夫熊猫嘛。草原上就摔跤，很会摔跤，蒙古族那、哦、蒙古族的，哦，好聪明啊，是不是？好聪明哦，杨迪，不愧为穿了吴亦凡同款的人。够了，厉害厉害厉害啊！好，接下来欢迎这位嗨唱歌手，嗨唱转起来。哦，恭喜度过第一关。来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大家好，我是奥日格勒。大家好，我也叫奥日格勒。我们都是奥日格勒，一模一样的名字。他们俩名字都是一样的。奥日格勒，奥日格勒。这个名字在你们蒙古族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奥日格勒就是在蒙古语的意思里是就是那个高峰的意思。高峰，走到人生的最巅峰的意思。哇哦！我是运动员，搏击运动员。搏击运动员，搏击不是摔跤哈，不是。哇塞，搏击啊！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奥日格勒的战绩。个人第一场比赛七秒 KO 对手。35秒 KO 美国前冠军，24秒 KO 韩国名将，多次 KO 多位日本格斗冠军，我看你怕还是不怕？掌声鼓励！哦，够够够，厉害了！我从正式打国际比赛出道，打了8场比赛，然后最经典的一场比赛是咱们在湖南长沙会展中心打的一场。比我高，比我体重重，在第一回合35秒中解决战斗。35秒就 KO 对方 ，KO。你能不能现场展示一下？你这是？我可不可以请杨迪老师？来，杨迪，你干嘛躲呀？我一听到那种什么现场展示，我就马上就是杨迪。哎呀。主要是我想知道老师们想看看什么样的动作。哎，你可不可以这样子，就是把它这样拎起来，这样甩甩甩，一下甩出去，这样。娜姐，保龄球吗？哎，温柔一点，温柔一点啊。我就给大家献丑一下，对，经典一个打。来来来，杨迪加油，保重，再见，拜拜。Ready？ 哎呦喂！哦，你眼镜跟麦克风没拿回来呢，你。我看到很吓人，他真的是，就是可以这样下去，就是砸下去。天哪！对，他刚才举你跟举一枕头一样，这么着。对呀、啊。他刚刚我以为只是先握手试一下，结果顺势一拖就完了。这样好不好？你刚才挑战了杨迪，要不要挑战稍微比杨迪壮一点的陈晓东？
不，我看今天时间也不早了。你的表在哪儿呢？表在哪里？这是个无形的表吗？我是没看到啊。想干嘛？想干嘛？小东哥，相信我，没事儿，除了这个肋骨有点痛以外，别的没关系。没事儿，没事儿。对，他会很温柔的。小东哥，加油！可以的，可以的，加油，可以的。也不能这个台上只摔我一个人嘛，对吧？罗志祥，你要不要试一下？哦，没有，我没事。要不要他左手抱个罗志祥，右手抱个陈晓东？然后拍个全家福是吗？左手抱一个罗志祥，右手抱个陈晓东，画个龙。龙来，小猪加油！哦，推不倒，推都推不动。你一只手可以抓起我们一格？可以试试，可以试试。我想问一个，你最怕遇到什么样类型的对手？是瘦的呢，还是体积跟你一样？还是要速度快，你会怕的。目前我还没遇到过这种选手。哇！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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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等一下，那他隔壁这位是来帮忙拿帽子的吗？对对对。哎，另外一位还是让人家自我介绍一下。另外一位是，我是歌手奥日格勒。好，下一首歌曲要带来是，带来一首非常经典的草原歌曲《敖包相会》。敖包相会。哦，厉害厉害！准备嗨唱，转起来。点点，让我们惊吓了一下。来，请到我们的白色的沙发区。来，恭喜！哇，真的坐不下。要不要坐沙发呀？这位？对，这个凳子会不会？对，他是不是坐不下那个凳子啊？哼！没事没事没事，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好，来看下一位歌手的标签是什么。还有人啊，我的天哪，坐不下了。我真的第一次这么满呢。我跟你说，这真的就是我们的跨年晚会。我们待会儿一起再倒数一下，因为还有3天就跨年了。真的，那倒数几秒了。好，来看标签是什么。掀起青春风暴的何管家。何老师来了。因为何老师他出道20几年，他都一直保持青春状态，就是演艺圈一波又一波的风起云涌，但是何老师一直 always online, 对 always online, 永远在线，永远在线，那应该就是何老师了。一起来欢迎这位嗨唱，转起来。出发，世界那么大，任风吹雨打，梦总会到达。向快乐出发，别害怕，幸福就像天边灿烂的晚霞，一起来吧。
最重花的味道。三妹，因为她喜欢红色。是橙色三生花的味道。二妹，因为她喜欢橙色。是蓝色三生花的味道。四妹，因为她喜欢蓝色。三生花喜欢好香，香香香香香香香三生花。嗨唱转起来，首席战略合作伙伴香香的三生花精油香氛洗发露。嗨唱转起来官方合作伙伴荣耀 V30 年轻人的 5G 手机一步到位。网易云音乐嗨唱转起来，待会儿见。网易云音乐嗨唱转起来，现在继续。本节目由网易云音乐独家冠名播出，十佳热门流行歌曲尽在网易云音乐。嗨唱转起来。出发，世界那么大，任风吹雨打，梦总会到达。向快乐出发，别害怕，幸福就像天边灿烂的晚霞，一起来吧。一缕缕曙光洒在我脸庞，世界那么的晴朗，在梦想中央要展翅飞翔，向着新的方向。才会受伤，有你在我身旁，快乐是打败挫折唯一力量。用指尖画下最美丽的期望，我希望看到你的微笑模样。向快乐出发，世界那么大，用梦追雨打，梦总会到达。向快乐出发，别害怕，幸福就像天边灿烂的晚霞，一起来。向快乐出发，世界那么大，心爱的繁华，甜蜜的解答，向快乐出发，别害怕，不用言语表达同样的想法，一起来吧。哇，恭喜。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UNITE。 所以呢 UNITE 就是我们的缘分。我是何昶希。我是管乐。我是嘉义。所以我们是掀起青春风暴的何管家。我的好受欢迎啊。为什么会选这首歌呢？因为我们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是在湖南卫视的跨年演唱会，然后马上要2020年了嘛，觉得选这首歌非常的应景，因为非常的嗨。没错。对，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也想上一次湖南卫视的跨年演唱会。谢谢谢谢谢谢老师，谢谢老师，谢谢老板老师。当然有机会了。进入我们嗨唱赚钱，在这里就要选拔，就可以参加跨年。我。我觉得不仅跨年，哎，春晚也可以上，全场一起唱。好，接下来带来下一首歌曲，歌名叫做是《最好的舞台》。好，准备嗨唱，转起来。我的爱，我们最好的舞台就是现在，跟上这节拍，全场尽情的摇摆，欢呼到未来，跳起来。最好舞台，快来！
恭喜过关，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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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嗨唱一线牵，珍惜这段缘。今天看我们的嗨唱转起来节目的观众都是我们的有缘人。是的，也恭喜今天所有挑战成功的歌手，恭喜你们，恭喜恭喜。谢谢。这里也要提醒大家，离我们湖南卫视跨年晚会真的越来越近了，大家可以来期待一下到底会是哪些歌手和我们一起登上跨年的舞台完成大秀呢？请守候31号晚上湖南卫视的跨年演唱会，我们来给大家揭晓答案。感谢网易云音乐，同时要感谢本期的嗨唱沙发客，还要谢谢我们的乐队老师们，谢谢。那今天我们现场马上就要接近嗨唱赚钱的跨年的倒计时了，10 9 8 7 6 5 4 3 2 1，新年快乐！每周五晚8点记得来。那么吉祥的音乐 party， 和我们一起释放压力，一起嗨唱，嗨唱站起来，我们下期再见，拜拜。登录微博，搜寻嗨唱站起来话题，参与互动，为喜欢的嗨唱时刻点赞。更多嗨唱站起来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新浪综艺。嗨唱站起来，提醒您下期看点。这里是湖南卫视嗨唱2020的录制现场。今天最特别的是，每一位嗨唱歌手呢，都有机会和现场的沙发客以及大玩家进行合作演唱。他们会选择谁呢？今天一定要拿出你们的绝活出来，我们一定会胜利的。对，你要选择是修楼梯家族，还适合颜值爆表。说，我希望我先说这首歌的歌名好吗？给你3秒钟，说出你的决定。好难啊！3、2、1，我选择的是。哇！你们现在军心已经垮了。比你们领先一直到最后。为什么他们那么多人啊？接下来都会选我们的。你看你嘚瑟的。他们心态有问题。啊！去死人啊！我们没有脸都在这儿。啊！多么聪明的姑娘。真的是他。小姐姐选择哪个队伍？小猪这边。Yeah! 我跟小猪还真的是老交情。开一张大吉呀、啊！你等着。17岁。我是他的真粉，我家里的墙上全部贴的是他的海报。这没关系的，我跟我哥的感情。哎，你现在是在拉关系吗？可怜可怜我。大姐，你要打他吗？罗志祥，加油啊！大姐，加油！哪一边？别吃泡面。演这样，从今开始跟林志颖不是朋友，更不是兄弟。